伤孩子心疼的需要用药，还有完有时候疼还不疼。那就再见到他有时候疼，那就再吃点呗，就给他姿色理呗。啊，那也行不？我再给你开点药吧。完、啊，你吃卡马西林没有？没有。啊，那还吃挺好。啊，没吃那。没吃那就改善。啊，没吃那，他就有时候不那么疼，有时候疼点吧，刚有点疼吧，完了一小时过去了。挺好。再巩固巩固。对，再吃几步巩固巩固。啊，那行。他是三叉神经痛。